来，徐总在里面，开心吗 ？Happy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？可爱的。可爱吗？你不要问这么敏感的话题啦。我会滑雪、滑板、啦啦队、排球。我要徐子龙。所以讲到重点。的微笑。下来喜欢打排球的人。等下去打一下。啊一起上学吧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来到文化大学。那你对今天有没有什么诉求？我希望今天呢，一样可以找到校园的帅哥。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帅的。感觉文化应该很多很会打。对对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1962年创立的中国文化大学是台湾享誉盛名的私立大学，被称为台北最高学府的文大，连年获得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之卓越大学，并为繁星计划大学之一。文大更有名的就是出产帅哥正妹，像是天才许光汉、地质学家炎亚纶、女神徐伟宁以及梁以诚等人，都是文大毕业的大神哦。今天的下课十分钟，我们就来找出刚出炉的女神男神吧 ，Go！ 同学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可以采访你一下，可以啊。我们刚才从那边经过的时候看到你，很有，五官很漂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整个就是很会穿衣服，你不冷吗？我不冷啊，这块超好用。他超舒服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在推销，但是。那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黄抹茶，然后我现在是文化大三法文系。为什么会选法文系啊？因为那时候觉得法文可能很浪漫之类的，就有一种那学了之后浪漫吗？我现在还蛮没错。那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感觉没有啦，我喜欢到处旅游吃美食，如果这算兴趣的话。对，我觉得他很特别，就是他长得其实是有点高冷型的，对，他特别有距离感，你的反差很大，就他一讲话 Oh my god Oh my god 没错 Oh my god 没错没错。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那我们想问一下，就是你有理想型？我喜欢180以上，跟我一样健谈，就是要有聊得来话的话题这样子。那外形你很哪一型？运动型啊？为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徐子有啥耶？因为我就比较懒得去，就是看球赛或者麻将，又是在比较懒，那有点过分，那有点过分。算了，因为天秤座真的超懒的。哦，你是天秤座，我感觉是天秤座，难怪我们都不喜欢运动。那学校还有没有其他？我有一个很帅的朋友，我跟他已经认识大概三年了，我大一就认识他了。但是他因为中间有出国休学过，所以他现在一直不愿意承认他大五。他是什么类型的男生？啊，他就是运动阳光男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会喜欢，难怪你们只当朋友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谢谢你，不会。就是刚刚抹茶推荐的同学，然后是我朋友，然后我刚刚他一走过来，我朋友说，我好像认识他，然后说全会，我说我敢，我大概还是先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家好，我叫萧红，今年是国际贸易学系四年级。对，刚你那个抹茶说你不愿意承认你现在已经大五了。我没有大五，我真的不是大五，我是大四，我真的是大四。说的没有错呢。没有。那你休学那一年是去做什么？我去日本打工度假。我去当滑雪教练。因为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记得你是啦啦队。对，我是啦啦队。然后我不知道他会滑雪。那你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运动技能？我会滑雪、滑板、啦啦队跟排球。我要徐子龙。对。讲到重点。的微笑，下来喜欢打排球的人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去打一下。所以你喜欢的是运动型？没有特别需要哪一型耶。就感觉对的，就是对的。对，感觉对的就是对的。那你现在有女朋友？没有。再去练啦啦队吗？有啊，就你翻是可以的。可以翻？真的吗？你是真的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是真的可以。不要受伤哦。不会受伤。
的心态有点累，很怕。那你有没有推荐你们学校其他的？有，他也有拍广告。好，那我们等下给你留 IG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不会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刚刚看到一个，你知道，很鸟的 Jordan 的一个休闲的运动风美少女，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 Julie， 我是文化法文系，现在大四。哦，法文系都很正哦。我们刚刚也是反正法文系的哦。他的鼻子好，对啊，好挺哦。你可以转侧面一下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，根本是外国人的。对啊，穿得非常的运动。我想问一下你会运动吗？会，我不太会打球，但是我会游泳跟慢跑。哦，所以你是刚慢跑完吗？没有，只是就是今天穿比较休闲。应该很少人会穿 Jordan 真的去跑。不太懂啦。那你平常除了运动还有其他兴趣？看电影。你喜欢看哪一种类型？惊悚。对，或者是哦，你喜欢看惊悚的吗？血腥惊悚，但是不要有鬼的。进去杀人魔可以。哎呦，那你有没有推荐一部你觉得最经典的？夺魂剧嘛，看我一到六集全部都有看完。我是喜欢那个人形蜈蚣的那个。人形蜈蚣。对，那个很恶哎、欸，那个是除了就很血腥啊，就是不是它除了血腥之外有点恶心，对，很心理变态的那种。然后把三个的脸跟屁股接在一起，这个真的有点重口味。好了，拍手略过略过。大家知道洗手的口味了吧？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刚分手。刚分手。没关系，下一个会更好。下一个会更好。失恋者。你这样听着更想哭。对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事啊。那你的理想是不是？应该是。温柔，然后外表干干净净，嗯，高，多高？因为你也蛮高的，你是几公分？我168，168。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大概身高多少？落在哪里这样？180以上，最好是185。对，要求太多。不会不会，因为你身高也够高，可以要求这个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这一团是网友推荐的。对，没错，听说你们是舞团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跳 K-pop cover 的。哦。先请你们自我介绍。对啊，你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Zoom In。然后我是凯莉，我是安安，我是 Chrissy， 我是蓉蓉，我是叔叔。我刚刚其实，在旁边我就有看到他们，我想说，哎，那边怎么有一群都蛮漂亮的女生这样走在一起？然后我就觉得太有气势了吧！没想到他们是就是舞团。舞团对。那该不会你们就是这样选那个，就是你们谁要跳谁要跳，会不会有就是互相竞争、勾心斗角之类的那种？没有，我们还是超级 peace， 就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人举手。没有。你们的另外一半理想型是哪一类型？我是喜欢成熟有想法的男生。成熟有想法，嗯，就是要让我发现他是有内涵的，讲出来的话会是让我哇，他不止这个年纪，这个很重要，超重要。好，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，对，我喜欢小眼睛，然后要孝顺，然后幽默，嗯，会很肌肉大。有礼貌，然后肌肉大。那我男朋友是健美选手，就是他去比赛。我呢，我喜欢看起来干净的，然后一样有礼貌、孝顺，只要会跳舞都可以。相同兴趣。对。他男生俊型。对，苏俊型。小眼睛。我已经跳出这个对话框。对话不要帮我宣传一下。好。我们叫 Zoom In， 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跳 K-pop， 然后之后也会出排舞这样，然后目前观看次数也超过100多万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你先问他可不可以访问。同学不好意思，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好，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小燕。我是文化大学运动系。想看你站起来转一圈，哎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很辣耶，而且它是红色的网袜，你们刚刚看到吗？性感破洞这个洞。对，我
为什么会想要走这种风格？走的就是比较欧美嘛，然后就是比较喜欢欧美那一方面的文化跟东西。平常有什么兴趣？我本身是舞者。舞者。对，我平常就是跳舞啊。是跳什么舞？我是跳 wagging 的。wagging 哦。嗯，就是甩手。Yeah, yeah. 对对对对对。我本身也是一个兼职的化妆师。哦、oh.。对。所以你平常就是会有跟人家合作拍？对，会拍摄啊，平面拍摄或是一些舞台妆，就是跳舞比赛啊，或是一些走秀。你造型比较抢眼吗？会不会有路人曾经有侧目看到你之后就在那边慢慢？我觉得应该不敢吧。不敢，因为长得比较凶，有气场，就是、看起来气场，气场先正。他们只会先看你，然后就一直看，然后这样子就走了。如果有人真的敢在你面前在那边七七楚楚，你觉得你会直接过去跟他讲还是？我会讲哎，就是他如果大声到让我听到，我会走过去跟他说：“你回家照镜子。”哇，好帅哦！妈妈没有买镜子给你吗？这刚刚我的大五的朋友，我是大四，我真的是大四，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叫胡明轩，资讯管理学系，然后大三。说你也有在拍广告，是拍哪一类型的广告？就是电视广告，那种麦当劳那种。你说笑一下的那种？对，笑一下。笑一下的那种。你笑一下，你笑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欸、你不要公器私用的感觉好不好？在干嘛？很开心哎、欸。收敛。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？眼睛大的。眼睛大的。没有吧？那类型呢？可爱气质，就是只要正就好，只要正就好。OK， 诚实。你的正是偏姐姐的正还是妹妹的正？姐姐的正，姐姐的。怎么样？你太有一点懦弱，好难过。他有一个很强大的技能，他可以切换他眼睛，你快对着我们镜头切换一下，超酷的。单眼皮，双眼皮。感觉你们文化很多帅哥哎、欸，你再推一个帅哥好了。帅哥，吴承彦，德文系的，高高酷酷的，高高酷酷的。对，谢谢这位，谢谢你今天的访问。我要看，就是刚刚那个凯莉同学推荐给我们的。打传说的时候，不要打给我。我记超熟，想说这人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啊？好，我是文化观光系大四的李怡婷。所以你有在打传说？见到本人。有在打，你有打什么路？魔龙路比较多，但五路都可以打。哦，很强厉害。只是不要跟我打野了，我真的太烂了。那你最喜欢玩哪一只？卡芬妮。他刚刚说他的传说段位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星耀。哦，很强了耶！女生在星耀很厉害的耶。我才在福星啊。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兴趣？平常嘛，我在跳舞，然后我很喜欢唱歌的，但可能没有唱得很好听啦。然后跳舞的话，大家可以去这种频道哦。那你现在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男朋友。那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种？我好像比较喜欢弟弟脸，是弟弟脸，不一样年纪小，然后弟弟脸，然后韩系的妹妹头，黑发。条件是有身高吗？顺眼就好啦，顺眼就好，但还是有175会比较好。耶、yeah, ，这位是刚刚那位单双眼皮切换的推荐的朋友。我是德文系，然后我今年20岁，我叫做吴承彦，叫我 K 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把你现在丢到德国，你有办法生存？大概就是用英文讲。那你平常有在运动吗？我们有戏牌，所以你是打排球的。对，我是打排球。来，请走在里面。开心吗 ？Happy 。我先帮你问一个重点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的理想型是？我对于外表其实还好，就比较是那种属于相处的来，然后因为我20岁嘛，然后可能要跟我可能22岁、23岁的人会跟我比较合得来。哦，对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是不是优的都喜欢姐姐型？你们要不要考虑找弟弟？你这样是童养媳的概念吗？我吃不下去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赖皮推荐的帅哥。对啊，都是大学的赖皮。推荐的啦，那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谢伟杰，我是文化大学建筑系的。那你平常有没有其他兴趣？听音乐跟看电影吧。哦，对啊。而且比较静态的，文静一点好吗？所以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？悬疑片吧。
悬疑片，那去推理哦。你喜欢用脑袋啊？对。那你有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喜欢用脑袋？我不喜欢用脑袋，没有。那你推荐最经典的一部你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？哦，我前阵子很喜欢那一部《气魂》。气魂。那请问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？可爱的。可爱的。可爱的。依依可爱吗？可爱，可爱吗？可爱。他怎么敢说？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你不要问那敏感的话题啦！去，那我就太敏感、太敏感了啦，还是要回答。对、啊，我不然帮你讲一个艺人或是知名的人。IU。IU。哦。那你们两个还是算了。那之后想要往哪个方向？还是想走设计，差不多。目标是在台湾，还是想要去国外发展？会想去国外。你要推荐学校其他对其他风云人物吗？一个学长伏羲。伏羲。就是刚才在那边唱歌那个。哦，是一整天都在唱歌的那一位。他是学长吗？是学长，中文系的中文系。算是你们的传奇人物，哇哦！所以他，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来上课，他都在那边唱歌吗？大部分。哇，他说因为我没有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来学校，所以我可不是。文化大学真的是人才太多了。对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今天非常开心，终于有访到男生了。对，这个每一个男生他都在旁边。感觉很像是子柔的寻宝之旅，不是我们的下课时分。我也是推荐之旅，把我自己推荐出去。大家还有推荐哪一个学校、高中、大学想要给我们的，请多多留言告诉我们。风云人物，现在留言告诉我们今天最喜欢哪一位同学哟，我们都会看哦。那请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嗨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让我们互道。